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姐。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来钓大罗非。我现在是倒数，其实我们已经钓完了。那么今天我老公用拉丝，他得鱼了。我呢钓搓料。你们想看我的情况怎么样吗？往下看。好大的罗非啊，我今儿是来钓三五斤的，他来个三两都还没有。Sorry， 哎呦，好了吧，老公，今天晚上就是他那个位置去，直接的。哎，人呢？老公人呢？哎呦，完了，我找老公去了。我一找老公，脱干了。不能找老公，啪的一下，一口大的没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把这老公扔了算了。换两个，换两个，没有钱。呀！哎，中鱼了，中鱼不中？顶改我！顶改我！早就先中了。咩鱼？慢点喽！你什么鱼啊？罗非。罗非啊？罗非有标的。有标的。标的，看到了。哎呦！叫中个标鱼，好了我，哎呀，真的是，这边有个标的。你到这边来呀！你要到这边来呀，老板，你要到这边来。你要到这边来。来了！哇！哎呦！好大条啊！呀！哈哈！可以哦！我看看。好大条啊！看什么标啊？看，好大条啊！好大条啊！还有个标呢，我先把钩子取了先。先取个钩先。看一下标啊！看，标在哪？哟！什么标？单号，怎么样？你弄啥子？六十七，今天也骑过一次了，骑过一次了，老兄第一桶鱼发达啦，好大条，真的很大条，看到没有？扛起来，看啊，大吧，好爽啊！哎呀。为什么我这个都要晒的呢？看到没，老公这三斤的，我就沾上这种三两的。好了，别吵，进。救命啊！为什么？奶奶。帮我一下子，自力更生。辣椒。我四号哥会很粗吗？你还好吗？对吧？哎，我今天为什么就得不了嘞？哎呦！小肖又得了。有这个很大的哦，有三四斤哦。嗯。来吧。等等，脱竿喽。啊？竿子呢？等等，这是鲤鱼吗？这是鲤鱼吗？这是这种鲤鱼我没见过呀。啊，我这是什么鲤鱼啊？品种没见过。
救命啊！你大牛到台了。哎，你这个赶那么远，那楼飞。不是啊，我的线切了。